真傻啊。我准备靠近机来靠背背。哎，你有足开心的不？不，希望，希望我外当用电话办这种物件。像我记得那对，你较介意平板吗？平板写上起来看另外位啊，而且有别的。电话板，你还有一台主机，你还有电脑，阿爸的那台电话板。生日快乐！啥物件？你看迄双鞋啊？你要很小心哦。是啥？啊，你有看到什么？你看到了啊，我想不到你竟然口味的。哎，你有很开心的吗？啊，你要套开啊，礼物要套开啊。你搞不好还是工课啊，拍摄还在戴手套，今年你无看买一个，真是的，哈哈，无生气，这是干吗？做一个礼拜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可以养你的，还可以养我啦。我就看他是做什么礼物，可以在家做一个礼拜。还有少一样，你要自己用。什么？那个盘里面那个你要放自己放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你就给。真的要有天分哦。然后一个这个碗，然后放在哪里？哪个？等一下，来那个。第二个。下面。酷，一个礼拜都没去公司，就做这个。叫我去公司，他说他有事，就是做这个礼物，你知道吗？